今日带大家去一间男人的乐园，艺术爱好者的乐园，就位于这个铜锣湾的艺术玩具展览的店铺。他收藏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。好啦，咁点样去呢个阿妈 by Lockie 阿毛嘅艺术玩具店呢？我哋喺呢个铜锣湾嘅 E 出口直行，过咗斑马线，见到间戏院啦。咁转咗，跟呢个百德新街直行，行到路口再转右，就见到呢间店铺噶啦。咁呢间店铺咧系结合咗展览同埋艺术嘅最新作品，佢系推广本地艺术家同埋全世界嘅创意嘅单位而合作嘅店铺，佢提供最新嘅玩具收藏品，同埋展示一啲艺术家嘅作品嘅展馆啦，我当咁希望一啲收藏家嚟到呢度会有一个惊喜嘅发现。其实喺铜锣湾嘅 E 出口直行个对面，你见到间戏院啦，跟住转咗你会见到呢个 Donkey 啦。咁沿呢个百德新街直行，行到街口再转右，就见到呢间店铺噶啦，系落去地库，咁你就会眼前一亮，见到哇，成千上万嘅玩具。好啦，大家慢慢欣赏。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